哎，再来坑你两下，怎么样？恶心你啊！哼，就他妈永恩，天天压我鱼人。妈，我耳朵旁边这个着火的东西叫什么呀？哦，这样啊。一个 AQ。 这个一打的人也能别动的，怎么样？压死你！你敢逼逼赖赖吗？ 这都能双杀？是吧？不买新蓝刀了。 敢杀？行不行啊，老弟？哼！追不动。
怎么大火了？我操！等级啊，我感觉等级啊。 这没死吗？为什么这么弱，兄弟们？死吧！我这么大半天才给他打死啊！没大把的时候。 有点贵，这个装备买起来有点小贵了。今天可以先上个电视啊，兄弟们。 恭喜我！上个电视！我操！ 哥们，就这个感觉，无敌了！2000块。 再走，再次单杀，什么？蛮虐！蛮虐！
我操，极限，哥们儿啊，够极限，走了。我走一步为他拆了三，我十二分能121层，这还可以吧？我这个叠的层数就是跟无敌无敌来形容了。你280是什么？真的假的？我280是什么？你找他放的有点草率了。好帅了，我闻到了，是人类。你死啊！真龙吐息，兄弟。完全不慌不怕，就是干。不想走了。哎，打野没走，又怎么样呢？供应你，等你。眼泪那一套是三项啊，我西兰这一套那是青龙刀的。年龄大到出三项也厉害的，两种不同流派吧。去了呀，全力开动。那个有伤害，那个是蛮拉扯的，三速鞋加三项拉扯，很离谱的，你知道吧？很离谱。
我操，16分的285层了，包含我要破纪录了这把，你23分280层，小老弟。 那个神人小老弟了，我现在17分钟230层。好，这个发育。因为老了，这么没地方去了，要不？刚才看着还胖乎乎的小孩，一转眼就变得又干又皱了。 没打过，慌不慌？我玩个龙，我直接闪现背脸，慌不慌？ 我这个箭射死的应该也算是我的成说吧，应该也算，没有注意，我下次看一下，我到这里看一下，妈。 你在那些小岛上到处找我，可我其实一直在另外一个岛上。我肯定不能去了呀，我打团了，我这个打团还深的。 哦，给夏兰的超粉！你跑！你这个啊，你这是在逗我！ 20分的280层，怎么说？是啊，大晚了，哥们，还有我，来个 Q， 无限 Q， 无限 Q，Q， 大 W 减速 ，Q，Q。 W Q 带走，胖死，再来个 Q， 再来 Q， 我操，呵呵，好帅啊！21分300层，好帅，好帅，我也猜。 叠被动，我叠被动，兄弟，我这个被动叠起来，你懂的。妈妈
Q他一下，320层。 多了140起木马伤害，主要是有斩杀啊，这个斩杀7.65以下，克的越多，他斩杀越多。你在天上看到有什么好玩的吗？哇，那我得去看看。开大，别怂，别怂。 一个Q你就死 ，Q 一下，一过去再来个 Q，double Q， 超远距离，喷龙吐息，23分钟340层，够快，这把够快，破了你的记录了。 啥意思呀，兄弟？什么意思呀？ 我操！被激活了！哎呦，去到我了呀！哎呦，还没打过。我们这边两个重伤应该够了，我就不出了吧。我这边打野，我是本来想做重伤忘了。 完美 KD 没了，本来16杀0死的，要不要？蛮王大招呢，蛮王，开一下，我操！ 胖 ，OK， 龙之烈焰，看到没？胖死了，奶妈给他奶了，算了，奶妈给他奶了。 是呗。
咱们发现225层就有了，125层有那个后面的爆炸，然后25层有那个小范围爆炸。 没打，我手里有钱，马上来，我是铁。 就是后，哥们，我操，差点把他秒了！我操，被石头人撞起来还爆输。 喜欢撞我是吧？是不是？撞我！我梦见我在抓虫子。 还从山上滚了下去，然后出。这把不好说呀，这把对面也肥。换装备吧，不然我觉得活不了。 怎么又被撞起来了？我靠了，兄弟啊！这团战稀碎，这一波了。 大招轰不了啊！